好，欢迎收看《行家论股》，我是杜真林。亚航集团 AA 社创办人丹斯里·东尼·费南德斯恢复执行董事和集团总执行长的职务，而拿督·卡马鲁丁也恢复执行董事和主席的职务。大马投行研究正面看待这两位灵魂人物的复职。全球航空业者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大挑战，因为冠状病毒病肆虐，造成航空需求骤减。行家相信，东尼和卡马鲁丁在日常运作上可做重要的决定，还有助于和供应商协商更低的成本，尤其是在飞机租赁、机场以及飞机保养、维修和翻修方面。冠病疫情蔓延已经打乱了亚航集团寻求提振营收来抵消高成本架构的计划。更糟糕的是，政府还取消了2020年大马旅游年的计划。行家维持卖出评级和50仙的目标价。